来这么多玩物。这是一个。来，喝水。谢谢。臭木头，什么可笑的？啊？你别偷懒，跟我去干活。干活干活。庭院，这就是我们的整体想法。好好好。再往这边一点，小心啊！这边是滑梯吗？再往这边一点，可以啊。看起来好有趣啊！那是。好，如此漂亮的滑梯你们没见过吧？这可是本衙内的主意。再弄一下，再弄一下，快！往这边来。我这边，我这边。好好。怎么样，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水啊？清风，要不要喝水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等会儿把那个秋千立在那儿。哎，我来试试这个滑梯是否坚固。哎，我不建议哦。哎，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个是给小孩造的，你坐上来不稳。谢谢啊。就是啊，这么大个头，凑什么热闹？